展开来，就会看到像现在这样有一个超可爱的恐龙花色，我也想要。踢背模拟，被子真的不会乱跑哎。今天影片的最后一样有抽奖时间，请大家开启 CC 字幕，并且看到最后哦。安安泽泽开箱，今天要来开箱的是哟，好好捆四季都可以用的儿童寝具组。看一下这个收纳袋，超级可爱。如果我带去旅游啊，还是露营，反正就很好看。然后你平常放在家里收纳也很好看，不会是你家里柜子里的那种凹在角落的东西。然后它这个收纳袋还是防泼水的材质哦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赶快打开来看看里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展开来就会看到像现在这样有一个超可爱的恐龙花色，我也想要。怎么这么可爱？我喜欢恐龙，我超爱恐龙，我还喜欢哥吉拉。大家有看到最近那个新闻吧？谁敢丢我的哥吉拉，跟谁拼命这样。这是这个厚厚捆的儿童寝具组，它就是主打是四季可用的。它有说明说，如果天气冷的时候，你可以就是这一面朝向儿童，就是小朋友睡在这一面。那它这个面料上面就有石墨烯的科技，所以它就有远红外线，然后会恒温，而且不容易就是湿气藏在那个面料里面，就很温暖。他们的面料也有做防螨的那个经过瑞士认证的特别的防螨处理，然后他们的触感是那种超级亲肤的那种高级寝具的感觉。我只能说，我开到现在就在想说，为什么厂商没有做成人的？我也想要一组。然后它这个枕头，对，就已经就是一体设计在里面，很可爱。然后呢，整体的设计就是以儿童的使用为出发点去做设计的。它旁边侧边这边还有这个防踢扣。对，那为什么他们不做就是一般的拉链呢？就是觉得小朋友可能他们有玩耍，或是你知道跑来跑去丢来丢去的时候，还是有可能被拉链弄伤。那做成就是扣子的形式就更安全，然后也不会踢被子 ，which 也是一个我需要的功能，真的应该要出成人服了，我超会踢被子。然后呢，它这个床垫的总长度是145公分，对，所以大约是可以睡0到6岁。左右这之间的小朋友你都可以使用。那为了配合，你知道小朋友生长得很快嘛，几米大几寸，破台语，对，就是小朋友身形变化得很快速，所以当然在枕头的高度他们也有去替这块做到设计。它的枕头里面的枕芯你是可以就是拉出来做调整的，它的枕芯是特别设计过的，然后你可以依照小朋友的身高啊、体型改变的状况去调整枕头的高度哦，就超级贴心，我也好想要。然后刚才有说他们是四季都可以用的嘛，所以呢，背面这一面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可以睡的。它这一面的面料用的是日本的凉感黑科技，它这个上面特殊的导热结构啊，可以让温度可以很快的散开，所以在小朋友睡在上面的时候，他每一次一翻身，那个热就可以很快导出去，所以小朋友就不会睡的都是汗，然后很不舒服。所以呢，我再次觉得大人也需要。然后除了就是床垫跟这个一体成型的枕头以外，它这个套组里面还有一条可爱的小被子，颜色也超好看。可能因为又因为我们摄影棚光的关系，稍微荧幕上面会有点色差，但是它就是那种很温柔的米色，好好看哦。它的被子也是有石墨烯的面料在里面，所以就不会怕冷。你只要把它整个侧面扣起来，扣起来就会是一个温暖的小睡袋。这个枕头很舒服哎，我蛮喜欢这个躺下去的回弹的感觉。然后除了枕头有回弹的感觉以外呢，它的床垫也是很有诚意的，是有5公分的真实的垫子，对，就不是塞棉花的那种，它是就是床垫。那我们现在就是直接睡在这个睡袋里面，对，因为小朋友他们可能就是有时候是在叫你，可能铺在教室地板上啊，或者他在家里客厅地板玩一玩，然后他就要睡觉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铺在这个桌面上，硬硬的桌面上。
来试躺看看这个床垫。然后因为我本人又是知道很瘦，就是没什么肉的人，所以我这样瘦巴巴的躺在这个床垫上面也觉得很舒服。好，我们来把这个扣子扣起来，看看阿炳还会不会再踢被子。踢被模拟。被子真的不会乱跑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这个被子真的就是面料感觉很亲肤，就是盖在身上很舒服。我睡起床了，最后就是再跟大家统整一下这个厚厚捆儿童寝具组的一些优点。刚才有整个实睡，它真的是睡起来很舒服。我觉得小朋友筋骨那么嫩 Q， 睡这个真的完全 OK。然后面料很亲肤以外，它特殊的这个导热科技，也就是让小朋友在每一次翻身的时候都不会闷闷湿湿热热的。同时它被子都是有石墨烯的科技，所以又很保暖，所以你冬天夏天真的都可以用。重要的一点就是清洁，它整套都是可以清洗的，你就哇丢到洗衣机里面就可以解决了。这个团队是台湾的团队，所以是由台湾人，就是真的是我们在地的设计跟在地制造出来的好团队。如果大家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话，真的推荐大家到底下的集资页面看更多细节哦。这个团队这次他们也有入选我们啧啧提案大赛的设计组的决赛哦，真的是一个充满设计巧思、非常为儿童着想的一个好产品，推荐给大家。感谢大家，一样看到影片的最后，我们要抽出一组这个床组。抽奖的办法跟平常一样，先订阅我们啧啧开箱，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喜欢这个产品的什么特色，或是哪一个优点是最吸引你的。最后记得一定要 hashtag 啧啧开箱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开箱君跟我最近开了自己的粉专跟 Instagram， 从这里去，这里去。对，想要看我们开更多的东西，或者是看我发一些无聊的生活小动态的话，快点去，快点去。但你要可能还是再看一下。刚刚没有。